我的几班？几班的啊？因为你现在这些饼干做碎。对，我的几班。好啦好啦，听你看看我。哪一个公司没有向银行借钱？一个人你若有负债，你也想要银行去打拼。你欠谁钱？欠谁钱？最后欠一千，当然破亿。我帮他十一年，整整十一年的时间，他认为是应该的。以前二十几岁，我会常跟我爸吵架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会觉得是你害我的人生变这样。但是你当我们到四十岁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就是说，其实我还蛮感谢我爸的。现在好像吃起来。羊水锅，我忘了。哎呀，是加葱。